的男子早上九点多来买饮料，但正当女店员把红茶冰交给他时，竟然伸出咸猪手对女店员袭胸，还笑得很得意。当时店长也在一旁直击这情况，当场呵斥。没想到色狼竟然还说只是开玩笑，受害女店员当场吓哭，还瘫软蹲在地上。我拿饮料给他，他就突然手伸出来，然后要摸我的胸部。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，因为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，然后就崩溃在那边哭。仔细看监视器画面，会发现男子根本很故意，因为他趁店员做饮料时故意紧贴柜台，就是想伸手突袭女店员。今天上班已经一年了，我没有看过他哭成那个样子的，应该是他受到蛮大的惊吓的。来饮料店工作一年多，第一次遇到可恶色狼，女店员真的很委屈。借由监视器呢，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行径的方向。目前店家已经向警方报案，警方调阅沿路监视器，也掌握嫌犯行踪，将积极追缉他到案，为他离谱的行为负上刑责。记者洪富仁、陈开华，高雄报道。